恭天谢皇帝，恭国恭家力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恭丰收的洪玉珠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带来的故事是《夜光好灵》。话讲古早时啊，有一个姓叶的先生，因只喜欢灵这款物件。哎，迄个即个头顶的帽啊，衫，阁是腰间的即个玉啊，拢赤灵、黑灵。出门吃菜，哎，即个菜叫什么？这个菜啊，叫冰凉鸡肝。哦，冰凉鸡肝啊，好，我就要吃这个。哎呀，什么冰凉鸡肝啊？就这个冰凉鸡肝，就是一个刺瓜插在汤里面。这个叶仙啊，听到有灵的物件，拢爱。哎，厝边头尾，甚至是一个城的人，拢知影一个叶先生，拢叫伊叶公主。叶公主爱灵的行为啊，传到真远。有一日，煞去予天顶的精灵听到啊。天顶的精灵就想嘛。哦，这个世界顶头有遐尼爱我的人，真正是猪嘛！哈哈哈，我着甲伊三将问一下，哎，反拄势可以交一个朋友。哎，这个天顶的精灵啊，来到叶仙一道，呼，大话一声。爬到叶仙因家的大厅，叶仙看到灵啊，我是天顶的精灵，听讲有一个叶仙真正喜欢我，今仔日我就甲伊交一个朋友。叶仙走出去啊！这个天顶的精灵感觉真奇怪。哎，这个人啊，真奇怪，伊的头顶的帽啊、衫、腰间的衣啊，拢赤灵黑灵，我是不是来唔着人因家啊？哦，我去看麦。哎。我这个衣啊，是灵，杯啊，啊是灵，我唔是来唔着人因家啊，哼，奇怪奇怪，算了，行，全城的百姓看到天顶的精灵来到叶仙因家，叶仙佮走出去啊。哎，这个叶仙看势啊是真惊的体，这个手啊，叶仙对引导的大厅走到城外，走到另外一个城池去。哦，全城的百姓拢知影，嘿，这个叶仙啊，不是真正爱灵，伊爱什么呢？只有伊家己知影，这个故事互阮讲一个道理：做人啊，要表里如一，才要互人爱笑。我的故事讲了啊，感谢大家。